由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传动设备分公司设计生产的重型板式挤料机，被广泛的应用于矿山、冶金、建材、化工、煤炭等行业，可将不同力度、不同容重的物料输送给各种塑料装置。该设备分为水平安装和倾斜安装两种式，最大向上倾角可达25度，变频电机调速和液压马达调速，并可与塑料装置实行控制连锁，确保其塑料装置达到其最大效率。该设备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维修容易、节省人力、经久耐用等优点。重型板式挤料机的设计采用先进的三维计算机辅助设计手段，配合精准的有限元分析验证，确保设备的机械结构得到最佳优化。重型板式挤料机主要有驱动装置、传动轴装置、拉紧轴装置、链板装置、各种支重轮、机架六部分组成。重型板式挤料机有机械驱动和液压马达驱动两种形式。驱动装置选用我公司自主研发的 DT 系列减速器或赫格龙液压马达。机械驱动采用直交行星组合式设计，悬挂式安装，通过减速机空心轴套在设备主轴上，通过锁紧盘锁紧，将两者紧紧连在一起，实现过载保护。主轴、链轮与轴承座的连接均采用无键连接方式，安装方便，拆卸简单。链轮齿部通过淬火工艺处理，具有良好的耐磨、抗冲击性能，工作年限达到10年以上。拉紧装置主要由拉紧螺杆、滑动轴承座、滚动轴承、张紧轮、缓冲复合弹簧等件组成。当物料冲击链板时，缓冲复合弹簧起到缓冲作用，有效地保护设备。拉紧轴与张紧轮的连接采用无键连接，安装方便，拆卸简单。张紧轮工作面全部通过了淬火工艺处理、耐磨、抗冲击。链板装置采用国内首创的铝带链结构，截距误差小，传动效率高，运动过程平稳，无需润滑，使用寿命达10年以上。链板装置采用冲压焊接工艺，使得每一块链板之间充分搭接，克服了老重板链板与链板之间的缝隙漏料严重的问题。表面载料板采用16锰耐磨材料，提高使用寿命。支重轮表面采用淬火工艺，耐磨、抗冲击，工作年限8年以上。支架采用优质型材焊接而成的 H 字形结构，在上下翼圆板之间焊有若干金板。两个 H 字形主梁由槽钢、公子钢组焊为一体，实现支撑全部部件，其结构坚固稳定。
我公司设计生产板式挤料机已有50多年的历史，其设计、生产、技术一直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为国内外用户提供了各种规格的板式挤料机1000余台，满足了广大用户的需求。经过多年生产实践经验的积累，并不断地自我改进与完善，产品的技术水平与质量得到了广大用户的认可。我们承诺用我们的诚信广交天下朋友，为用户服务。